系大家好啊！咁今次咧就精选咗5班1650嘅场次咧，就同大家去揾下睇下有冇啲咩冷码啦。咁我嗱呢只胆咧，我觉得咧今次就有机会咧系喺呢个班次上边咧系有啲优势，因为其实上次咧佢喺沙田都近噶啦，咁啊即刻睇翻呢只天使猎人啊！佢上次喺沙田1600嘅跑法先。好啦，嗱一出闸嘅时候咧，见到11档咧出闸啊，10号嗰只咧就系只天使猎人嚟嘅，咁啊。依家咧，大概喺第四位嗰只咧，就系蓝蓝地色衫啊，望下啦。依家蓝色头罩嗰只咧，就系只天使猎人啦。依家就系跟住前边嘅2号同埋只13号嘅剑烈风啊，2号嗰只就系飞马好威啦。咁啊，两只喺前边放啦。咁见到咧，隔篱啊，黄色衫9号嗰只咧就系只新威王啦。咁见到嗱，天使猎人咧就之前其实个演出咧都可以话系麻麻地嘅啫。咁但系咧，呢一場賽事其實就開始咧，就比起之前嘅比賽咧，就已經係有文有路咗好多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咧，今次嚟翻跑馬地1650咧，對於佢嚟講咧，就真係會有一啲唔同嘅表現啦。咁嗱，見到嘅前邊啊放頭嗰兩隻就係只劍烈風啊，同埋只飛馬好威啊，跟住側邊咧嗰只就係只新威王啦，咁啊9号嗰只啦，咁见到嗱三只喺前面放嘅时候咧，天使猎人咧喺呢度咧都系不慌不忙咁样咧，就系跟住前边13号咧嗰只剑烈风啦，咁剑烈风咧就放到400米嘅时候咧，开始一只马咧都唔算话真系好多力嘅，咁首先咧其实见到佢呢一段啊，天使猎人走上嚟咧，喂个走势真系唔错噶啦，一度咧以为咧佢就真系1400嘅话咧，哇就真系发达啦，最后尾。呢一程嘅上面只牛龙区咧，咁就都叫做识人嘅马喺外边咧就打冲锋咧，咁就走上嚟，咁啊讲过咗啦。最后尾50嘅时候，顶多少少咧就可以攞到一直嘅位置啦。咁啊跑个第四，咁都系输俾只果然进咧，唔系话输好多嘅，即系大约都系半个马位咯。咁所以其实嗱呢一场马咧，我觉得佢上次都近啦，咁今次咧我半冷胆咧，我会觉得呢只天使猎人可以是这一场的选择，因为始终这只马比较侧身，就用得少一点。好，除了这只天使猎人之外，我另有几只马想推介给大家。第一只就是只精算奇言，其实这只马上次都是跑过第四，季内其实都叫做赢过，今次这只马真的其实几水下，我觉得在这些那么水的场合之下，这些叫识赢的马都叫做有根据，还有个一档田泰安都叫做近排個演出唔錯，都可以拖腳啦。嗱，另外咧就係、是、如果呢只馬唔係個檔太蝕嘅話咧，我就會揀佢做膽，就係齊如石馬房嘅謎語啦。咁啊，今次抽個12檔，但啊無險東騎125磅，其實都唔算太差嘅。呢只馬就最近個狀態都好啦，咁都可以揀埋啦。咁最後一隻咧，我諗係呢組馬入邊咧近況最好嗰只咧，就係只行進之寶啦，最近兩次咧都入批啦，今次有個3檔121磅，磅就輕噶啦。咁啊，蔡明少騎，咁我覺得都係個選擇範圍之下。嗱喺呢場亂局入邊咧，我就先揀呢只天使獵人做膽，拖迷語行進之寶同埋呢只精進奇言。咁啊，希望咧就呢次嘅貼士可以幫到大家。咁啊，近排我嘅貼士咧就麻麻地啦。如果你覺得我登嘅，就買對家啦。咁但係咧阿棒嘅貼士你真的要看，希望今次能夠反底，幫到大家。